即将进行的是2015年昆仑决的诸神之战，世界四强进入最终总决赛的必经之路，半决赛第一场。 And now it's time, Kunlun Fight 2015 World Max Middleweight King of the World, 3 rounds kickboxing, men's 70 kilos. For you, for you. 这场比赛。 开始打响之前，两位战神到底是谁？我们是Sitthichai Sitsongpeenong, มาจากค่ายมวย Sitsongpeenong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ครับ击败了马拉特之后，24岁的西提猜已经成为诸神之战夺冠复生最高的选手，年轻、全面、硬朗、无畏，对手似乎很难在他身上找到胜利的机会。 现在的西提猜需要的只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冠军，证明自己的时代已经来临。ครับ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ม Superbon บัญชาเมฆ。在诸神之战前的苏波邦只是播球的弟子，如今苏波邦已经在昆仑决的擂台上打响了自己的名字，邓丽。 郑兆玉、张春雨连续三场 KO 中国拳手，至此泰国最强王者榜单中有了他的一席之地。苏波邦的眼中从没有恐惧，因为他总能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锁定胜局。你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我。 有请蓝方选手，世界超级拳击格斗巨星泰拳王子播球的首座弟子，Superbon Superbon Banchamake。 Muay Thai，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时刻，昆仑决201570公斤级世界冠军诸神之战的半决赛。 我们通过刚才的短片已经看到了本次的对阵，苏波邦对西提猜，罕见的世界顶级泰拳王者的对决，也只有在昆仑决诸神之战，苏波邦播求亲传弟子，2014年 WBC 国际泰拳挑战赛冠军，泰国职业拳击协会羽量级冠军，职业战绩72胜30负5平，这就是。 播球的亲传弟子苏波邦。下面让我们有请，在泰国呼声最高、被誉为即将取代泰拳王子播球与世界第一人亚桑克莱的小天王 Sitthichai Sitsongpeenong。 那么，站在拳台另一侧的即将就是这位呼声最高的娃娃脸杀手西提猜。哇，在现场出现了一位美女，她是谁呢？看到，她就是苏波邦使出的手段，一位美女准备诱惑我们的小天王西提猜，不为所动，将其关入牢笼。每位选手的出场也是。 为自己的士气来提高。那么，瓦脸杀手西提猜，黑幕的后面的铁笼当中，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神奇的哇？一只猫。西提猜就是要告诉苏波邦，
这一招是无效的。夺冠的豪情，女人成不像被圈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样，在西提猜的面前。昆仑学院2015诸神之战半决赛第一场比赛即将打响，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西提猜24岁，索邦25岁，身高方面索邦有着3公分的身高优势，但是瓦脸杀手西提猜有着更多的大赛经验。在期盼着Sitthichai能够与泰拳的最高天王波球与亚桑克来一战，但是至今还没有机会。不过今晚他将首先同波球的大弟子Superbon来一场对决，也许这将是世纪之战的前奏。本场比赛蓝方选手今年25岁，身高1米77，职业战绩73胜30负5平，WBC 国际泰拳冠军，泰国职业拳击协会羽量级冠军，他是波球拳馆的超新星，泰拳王子波球的第一大弟子。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standing 177 centimeters tall, age 25. His record: 73 wins, 30 losses, 5 draws. He's the rising star, fighting out of Bagao Banchamekjay.From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Kao Go Kun, Kong Muay Thai, Andy Tuangla, Fight Mountain, Zak Pratithai, Lucy Kong, Nat Muay Thai Hero, Pakao Panchame, Superbon Panchame.红方选手今年24岁，身高1米74，职业战绩102胜28负5平。他是亚洲格斗王国泰王国引以为豪的新一代天王，皇家伦皮尼拳场重量级排名世界第一。And now com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standing 174 centimeters tall, age 24. He holds an amazing professional record: 102 wins, 28 losses, and 5 draws. WBC and Royal Lumpini middleweights in Muay Thai, ranking number one in the world.Coming tonight out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Kao Go Kun, Superstar, Kong Muay Thai, Yen Tik Tuan Kra, Fight Mountain, Zak Pratithai, Nak Muay Thai Hero, Sitthichai, Sitsongpeenong! 同学们，来自韩国的 Kim, and when action begins, the referee charges Kim from Korea.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江苏卫视和昆创传媒联合打造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昆仑决三亚站的比赛现场，我是现场解说中收陈佩。我是昆仑决乔博。下面进行的是昆仑决70公斤级诸神之战的半决赛，红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Sitthichai，蓝方选手是另一位泰国选手Superbon。比赛现在开始。可以说这场比赛是罕见的世界顶级泰拳王者的对决，而且一个是波球亲传弟子，而一个是即将会顶替波球亚桑克莱成为泰拳第一人的Sitthichai，所以这是纯泰式的两个选手的对抗。是的，这个其实在昆仑决比赛中其实很少见到，虽然我们经常见到泰国选手，但他经常对的要么是中国选手，有时候可能是欧洲选手。是的，而且这场比赛是在昆仑决的自由搏击比赛的规则之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啊，苏博邦是KO 了高扫踢 KO 张春雨，而同时Sitthichai也是战胜了比利时俊才马勒特。这场比赛，而且对于苏邦这名选手的非常善于把握战机，经常是一锤定音。应该说这两位泰国选手在上前面的这个4V决赛中表现都非常出色，而且这双方啊都是知根知底。
虽然是台上是两位这个泰国选手，但是比赛规则采用的是昆仑决自由搏击比赛。是的，自由搏击可以拳脚并用，可以用膝，但是不能用肘。真正的纯泰式打法是可以用肘法的。是的。我们双方啊都是警觉性非常的高，因为昆仑决的比赛的规则是允许双方裁判叫暂停之后推开之后可以马上进行击打。哇，非常重的重拳来自于西第三啊，一个接腿摔来自于苏邦，高扫踢来自于苏邦，这种四大力真的这种扫踢是典型的泰式打法。是的，而且苏邦非常善于捕捉战机，他是能实现左右架的互换，还有他的交叉步的飞膝，还有交叉步的高扫踢，都是极其危险。看两个膝，这个我觉得看泰拳手比赛，在这个进围的时候看膝法还是非常这个有意思的。是的。而且我们看到，自从郭球加入昆仑决之后，也是多次使用膝法来重创对手。而且一般国家的，特别是中国运动员，其实对膝的这种训练和防守，其实都会偏过一些。是的，但是今天站在场上的是两位都是世界顶级的泰拳王者，整蹬腿，整蹬腿。看到进攻的变化，哎呦，看到非常重啊！其实他一个前手的重拳是打到了左邦，左邦的高扫踢。双方虽然都是泰拳的王者，但是呢，双方的风格也有不同的地方。上场比赛，西迪猜是和俊才马拉特是鏖战，一直双方一秒都没有停歇。能够战胜马拉特，也体现了西迪猜这种实力。是的，好，第一局比赛结束，双方第一局的比赛还是非常的接近。对，比较接近。是的，对于第一局比赛，双方都是互相来试探对方的拳路，以及对方每次的对于对方的战术也是可见一斑。能看到苏邦非常快速的反应，高扫踢，通过高速摄影机，我们看到从最近的距离以及最真实的在现场的各种情况，我们通过高速摄影机可以有着更加细致入微的观察。然后第二回合，看双方谁会先发力。高扫踢，看到确实苏邦真像是他的拳腿连接真是毫无破绽，而且预兆性极小。因为这两位确实都是这个泰拳新时代的。是的，看看他们的瞬间能够成为真正的新的泰拳天王。我们刚才提到了西迪猜，确实西迪猜的拳法也是非常细腻。而苏邦他可以在拼拳的这个距离直接起高扫踢。对啊，第一次打倒。时机抓得非常的紧。啊，居然比赛会结束，这个太重了，太重了，居然打得太重了。这个苏邦居然没有站起来，这个有点意外。是的，刚才非常重的一记摆拳，西迪猜是把苏邦打倒在地，而且苏邦并没有能够挺过裁判的读秒。那么这就让我们啊，等于是在决出我们半决赛第一位挺进决赛的挺入决赛的勇士的同时，而且西迪猜这场比赛体能消耗没有大的体能消耗，也没有受伤。那么对于今天晚上的决赛，我们现在是充满了期待。迎击是苏邦的高扫踢，刚刚落下的时候非常重，干脆利落。
那我们就这样就决出了，我们首位的挺进决赛的本次诸神之战，就是瓦脸杀手Sitthichai。哪一场？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红方选手在第二回合48秒 KO 获胜 ，and winner by the red corner。Sitthichai即将会在本次三亚战最后亚洲大战的时候再次披挂出征，在预料之中，但是结果令我们感到意外。